何仙姑。你若什么代志吼，甲俺五年前说讲，上届恁啥呢？你才下什么碗？你的。我伫神明面头前立誓，一世人除了你，若无你，我永远都无爱娶。我嘛是同款，非君不嫁。虽然咱两人真心相爱，也毋过，你那爹已经答应你甲关露雅公主的亲事，你
不管是关老爷还是皇上，我歹嫁就是歹嫁，什么人嘛无法度甲我勉强。只要咱两个真心相爱，我相信无人会当甲咱拆分开。我这世人绝对袂辜负你。天哪！阿姊啊，恁两个若咧讲话吼，一世人就讲袂煞。可惜啦，我有答应老爷甲夫人，讲咱袂用个想法转去的，咱好走啊。你这大汉，你都还没离开阿爹，剩我，我不要走，你家己都要小心，啊？爹，我知影，这五十年来，咱身躯他最舒服。阿爹，唔免这济啦，你免加想。无用办喜事，你也免去遐小事，明仔载透早你就好看咯，哈。人伫咧讲姻缘天注定，这月下老人早就一对一对甲配合好，你若想要闪，嘛闪无咯。华哥，你也是爱认命。阿娘知影你甲建立的感情真好，也毋过真可惜，恁都无这个缘分。即卖恁阿爹已经答应进门的亲事，咱这个聘礼嘛共收啊，想要退倒转去嘛无法度好退。这话我讲倒转来，会当嫁予关老爷公主，这嘛是一门真好的这个亲事，有真侪人想都无法度好想。你讲，你的意思是安怎？阿娘，乖查某囝，起来。安尼是咧创啥？有啥物话做你讲？阿娘袂怪你。查某囝已经决定，我要去修行、食菜。我干完事，我都袂嫁去你噶。戆查某囝，你若安尼啊想袂开。到底这个李家是倒位咧唔好，哈？夫人，等我讲几句话未？你讲，夫人，你莫看破迄个李公主啦。若讲到迄个李公主吼，人生得好呆好呆的，足够低过面的呢，予人足讨厌。敢若头一摆看到阿姊的时阵，就安尼脚来手来呢，是标准的大色狼。遐阵我哦，我嘛无爱。可是讲，夫人，你若硬要甲阿姊嫁过去。安尼，你根本吼，都毁掉伊的幸福嘛。那安尼到底是要安怎就好？安尼，叫你答应我，和我做客食菜好无？华哥，准讲安尼答应，你若爹敢就会答应？假使讲你若爹若真正会答应。啊！那李家呢？李家恁是要安怎去对付伊？华哥，你敢捌听到讲灭门的帝官这句话？伊若凊彩一个罪名，甲咱挂咧，咱是毋是都要家破人亡？啊！
夫人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我惊我讲出来，你会生气呢。小弟，我袂生气。你有啥要注意？你做你讲。何公主，敢是要上京赴考？那歹话，阿姊甲何公主斗阵离开金沙关啊！到时阵哦，就算讲你甲知影，伊嘛无咱的法度啊，对毋？安尼，我绝对袂用安尼做。我若安尼做，会害着你甲阿爹，查某囝经过着。我也甘愿出家吃菜，啊，无我开起来死死的，就拢无代志啊。华哥，你哪样讲这种话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阿情来相依，难忘。阿娘看卖啦。哦，对啦。哎呦，这套安尼好看，袂歹。下日你的身躯哦，还是有影足舒服的。夫人啊，你甲阮看卖咧，安尼会用得无？公主人才出众吼，啊，搁配只时尚来到底，莫讲是吼一般安在先，啊，就是宋玉在世啦。啊，不过嘛是安尼尔。就是安尼讲，大家吼，都嘛讲阮这个囝吼是金童下凡的呢，所以讲吼。你去你讲了，嘿，迄目睭吼，上名讲遐做大红眼啦，啊了，皮毛脆哦，是寡人命嘞，足好命。阿姐，啊，搁遮侪衫嘞，啊，搁穿，好，来，阿娘搁摕一束予你，袂歹，你看，水哦，来，你紧试看卖嘞。对对对，好啊好啊，莫搁试啊，烦死啊啦，哎呀。阿姐诶。哎呀，莫烦啦，我还搁有代志啊，啊，你出去啦，你出去啦。袂我出去哦。好啦好啦。我出来去啦，啊！你要做大人啊，啊！搁阿囡仔管。阿妹，拜托你。哎，烦死！啊！你笑。拜托，到底还佫有几工，我会当甲华哥成亲啊？啊！若讲连今仔日，哎，对对对，连今仔日甲算啦，还佫八工。八工？啊！我无得等，我即下就要来找华哥啊！嘿嘿，公子。啊！你别紧，我紧，我家己来去。好。好啦，你都一定要去吼，后来我跟你来去啦。不过今仔日无用了，明仔载我。
亲戚讲好势啊，啊，咱即马算起来吼，是家己人啊，过咧客气。哦，对对对，小菜几个牙骨大人。啊，他唔通遐尔正重礼哦，咱是家己的人，免甲安尼先啦。晓啦晓啦，啊是安尼啦，啊，阮公子啊，一向伊咧做代志吼，拢较谨慎慎啦，啊，无安尼拖拖塞塞哩咧，啊是讲因少年都还未成亲吼。哎，嘛是讲，就讲要带先来看恁查某囝看看咧。这是讲官老爷，哦，不，不是，亲家吼。哎呦，莫管阮阿爹啦，阮家不管什么代志哦，拢是阮阿娘咧做主呢。搁再讲，阮阿娘，我讲什么，伊就听啥，拢嘛听我的啊。哦。该有代志，做你无用，我即卖找华哥，吼。晓啦。不，大夫啊，他们笑的呢。去处理就好啊啦，这安尼咁好，阿母害都无唔对啦。是啊，快点进来，华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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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是啥物人？你敢发大声声啊？我是啥物人？我是恁新姑爷。啊？阮新姑爷？是啊。华哥人呢？阿相，哎，花哥，什么？毒粉？是，啊，照我调查，毒粉是无唔对。听讲一个较姓何的何建南的少年家啊，两个人斗阵偷走去啊。安尼要哪样哩？哎呀，伊实在真大胆，伊也无想看卖咧，伊会当嫁阮囝，是因祖公啊一个阴定的，伊竟然敢讲毒粉。阿娘，我不管，我不管啦！无花哥，我会死啊！你都要替我做主啊！阿娘，我不管，我不管啦！阿娘，好啦，阿娘啊，你放心啦，伊绝对走袂去啦！阿娘有办法，会叫人去家抓转来，给你啦。好，你放心。啊，你即摆在想什么话？你也唔紧派人去去对视无？是，无理的。苏雅，哈，也搁在那徛上去啊？安全起见，我看你够委屈嘞，咱莫行官道，咱对小路行。经过这个山头，咱就当离开金山关去。但你咱紧赶路，咱离开金山关，咱就安全了。小姐，这个没有做的好吗？你想要创啥？你创啥货？小姐，你大概是何建南无唔对吼？是啥喏？你实在真大胆呢，啊？连官老爷也未从过门的身边，你也敢甲拐走啊？哈！来人啊！阿三！好啊，小囝，你敢欺负？无论是我，无花哥一定要甲你抓起来，动手！这是有名的团队人，那你这跌落去的人拢爱浑身碎骨。我看哦，
你也是乖乖，都怎么去做新娘？天理昭彰，你害死人，你有报应的。娘，阿姐，阿姐，你卖命嘛！啊，若无我来死予你看，你要骗我哪子啊？我话说，你唔当袂记了，你厝内面还有四大人一个啊！你若要保全着恁老爸老母的性命。你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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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拜托你，一定要去找囡仔，不是囡仔来死去，你让我给伊埋葬，唔通让伊死在放了一个巷口遐，我知无？我知啊，阿姐。人讲你哭啥话？老爷还搁等我等去交差呢，来来，行啦，行啦。本来都要食尽人间的咸酸苦涩。伊的伤痕看起来真重哩，敢讲咱无爱管？伊受愈侪折磨，伊愈会当早一日回天庭。只要伊若卖昏心醉鬼，咱就卖去管。嗯，话安尼讲是有理啦。哼，怎么办？我刚刚就是糊涂事啊。叫花姑甲去见阿妈，两个人相撮走。你知影后果会变成安怎样无？老爷，我嘛想甲无办法，我唔才会安尼做。敢讲咱娘安尼目睭金金，去害着花姑一世人是？你做这代志，应该啊！你个代志甲我小可参详些，唔才对啊！老爷，你讲安尼哪对？你敢会当和我参详的是？我来甲你参详。你敢会答应？你敢会当让因走先？阮老爷已经哦，派人去咧掠人啊啦！也真系咱无面子无大面，我来看哦，咱这两个老的都爱去坐监哦。好啊，哎，师爷，什么代志？来来，坐啊坐啊坐啊！好歹。哎，别，师爷，别来，我大佬叫出来。啊。叔叔，你啊，你来搞咩？唔免啦，我大夫啊。所以这个正相关甲算起来吼，你也是一个有头有面的人讲。啊，你好，你一个未出嫁查某囝去对查甫人争，你肯袂感觉真无面子心？嗯，是啊，歹势啦。这就是哦，我教你无方。你今仔日哦，我想这个代志，我完全唔知影。管老爷吼，要带恁查某囝来做新妇，啊，这是看你有气呢。假使讲你若是不答应吼，伊嘛袂去甲你勉强。啊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就是你不该先应婚后多婚啦。啊，我知影，你是存望要将管老爷的面底皮甲剃脱甲烂。啊，这件代志咱就要传出去，叫你管老爷迄个面要改倒去啊。草民绝对唔是这个意思，绝对唔是这个意思。我是，你连他袂记咧，啊？
元老爷是朝廷的命官，吼，算起来吼，一官的父母官呢，爱伊吼，爱民主，啊，你若无民主是歹去。啊！恁后生来怪我做这个，关老爷也未娶过门的媳妇，这偷天大祸之罪呢？你阿哥敢问我？大哥，那这件大事嘛，你安怎办？你自己去处理得好。好，来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！变得呀！今天阿弥陀，拢总是你的好后生造成出来啊！若莫伊啊来诱拐阮查某囝，会发生这个代志，咱这个代志，咱这个官，是要安怎想怎就好啊！哼，老爷，你哪会讲怪好必谈的啦？是我叫贱人娶花姑的。啊！老爷，你讲厝的做人，你拢一清二楚，敢讲你要叫花姑嫁予迄种人，安尼是毋是害着咱查某囝伊一生的幸福？好啊，好啊，你莫搁添油添解啦！但是不管怎生，咱得安怎对管老爷去交代就好。我想，咱先离开这，找一个休困的所在，好不？多谢你。老谢的。华哥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华哥，阿娘。我不能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应该这样做。起来，紧起来，今晚不讲这哪有什么好？命，这一切都是命。华哥，你好，因带因抓回来，阿建南跟小丁呢？啊，是啊，华哥，我建南跟小丁呢？啊，阿伯。囡仔放车来断分界啊！啊！断分界！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！啊！囡仔断了断分界，一定是阮死无命！哈哈哈！我叫小丁莫去找伊啦，也毋过佮一句。你还蛮相信。建南自有天相，可是建南若真是讲造神不幸，那安尼天都真正无目睭。阿伯，即摆上要紧的，就是你赶紧去找建南，
伊若无发生不幸，叫小丁赶紧出来去进口，万一若不好，就要给伊好好埋葬，安尼在天之灵，伊才会得安心。不是讲个嘛，这一切都是你啊！我艰难的是命不该算，你若袂死，我一定会去做。我相信，因将你抓倒倒啊！我相信一定袂放你家己。我讲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甘愿死，我嘛袂去让迄个白痴。啊！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！哎，我都不是白痴，我讲。我讲伊个白查某走，白查某啊，白查某啊！哎呦，公主啊，这个妈的发生地，你放心啦，我甲你保证吼，予你含花哥准时完婚拜堂，搁予恁两个进入洞房啊！要唔过伊无介意我，唔听较好啊！一定吼是甲阿娘欺负阿爹同款，伊会甲我欺负啦！哎呦，阿囝，你放心啦，伊绝对唔敢欺负你，凭伊哦。伊要来用甲阿娘比，恁外公哦是朝廷的大官嘞，啊若伊阿爹敢若是一个药仔店咧开尔，伊要来用比，伊嘛无迄个胆，除非，除非安怎嘛？公主啊，啊除非吼，伊就是为了赵思良的胆量啦。思爷，你讲了足对的。哎呀，这个好外公哦，我实在真袂了解，伊到底是啥物心情？你看，哎呦，凭阮这个囝吼。你若讲人才是有人才，啊，若要讲吼钱财也有钱财，身份地位拢是遮尔好，伊偏偏咱就是无佮意，干那安尼要甲查甫相带走，这是甚物原因？你放心啦，伊敢有本领通我走吼，我就有本领通我甲抓。公主啊，你的代事吼，我会甲你办甲真顺心，放心。安尼就好，后日是大喜的日子，我甲你讲哦。迄、那个满城的朋友拢会来，尤其是吼京城的官员嘛，拢会来咱这个所在，这是真小可的代志咧。啊，苏爷，啊，你代志是办了安怎？夫人啊，啊，这个万事拢总俱备啊，啊，只欠东风啊。啊，伊的态度是安怎？态度吼，啊，拄只好冤家吼，啊，有人甲老爷找唔到啦，啊，去有老爷甲骂咧。好啊，即马人吼，赶紧当要准备啊，我咧看唔敢耽误啊啦。我安怎？那安怎？即马人伫咧南岳关，头前后壁拢人固定的，伊敢有法度我走出来是？好，反正哦，后日是好日啦，你赶紧哦，甲带带转来，叫小可准备一下。老爷，华哥伊唔转来，我敢有法度是？你是人的老母啊，应该爱下苦功才容易啊！这件婚事啊，会用有史以来咱本店上界大呢。管老爷伊所交的朋友啊，拢总是一挂迄落有名望的人啦、啊。京都啊，真侪人来这所在第一甲欢喜，袂去出差错去，若是出差错啊，咱是担当袂起哦。老爷，到这个地步，我嘛唔知影是要安怎。假使讲伊若爱人。因着用轿去请伊倒转来，老爷，你也毋是毋知影讲，咱查某囝华哥，伊的个性是安怎？我是咧惊伊讲，到时阵伊若去转来，是华哥的尸体。你让我袂想啦。到我这个时阵来，靠像什么路用路？爱赶紧想办法，呀！到时阵，咱这两个老的会大生气哦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啊，情来写。
小丁。镇上敢有听到什么消息？哎呦，你上外遐尔啊叮当，你去问这要创啥啦？家况嘛加予你心烦的，也毋是迄官佬也要娶新妇。何公子，其实吼，我心内比啥拢较清楚啦。我阿姊吼，绝对袂嫁予官佬爷迄个地瓜仔，你做伊放心吼。虽然讲我跟阮阿姊无偌久。但不过我知影，阮阿姊对你用情是真深的呢。一世人除了你，若无你，我永远都无爱做。我嘛是同款，非君不嫁。何公子，何公子，你是咧想啥物？把我摊小囝食啦。施主，非君天生，假使若有心修道，要证金丹大道，必定指日可成。多谢道长你的指点，也不过，人来到世间，免不了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。人世间的种种灾厄，必须一件一件度过，一定要有坚定信念，心怀慈悲，脚头脱离苦海，得道。顶一摆平头送予你顺良母咯，施主你毋着带伫身躯边。我还是带伫身躯边。真好，严格顺良母咯，只是干那借势救人，只因收到人入门的初选之项。这本道德经，则是收到人绝对爱读的宝典，希望施主你好好研读。多谢道长。道长，道长。华哥，你是搁咧想啥？真心无想，世间代志变化阁这么大，这是一个真悲惨的世界。无代无志，你若突然间有这款想法？华哥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假使咱会当看破一切，咱应去找一位深山拿来，无人行较近的所在，去两间啊草厝，稳顿起，咱会去种菜、饲鸡，永远都拢卖甲人来往，只有咱两个。假使人安当然是真好啊，只是世间上，干那事情的代志。事在人为。只要有那个心，哪一定做会到。不可能。华哥。哦，你想怎？无啦，你讲了真好，我嘛是真喜欢这种生活，只是这种想法，太过自私。进来，我有讲，这是一个真悲惨的世界，你怎么知影？
起码偌济可怜的人在咧受苦，在咧摇八斗，搁无依无我的孤人，搁偌济老大人，看袂得等待死无，欠你的补助。阿公，等人的补助，为着明仔日，在咧互相残杀，为着家己自私，在咧陷害别人。啊，够强气了！处处拢是这种风气。你讲了是无唔对，只不过咱只不过是普通人，咱有什么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？嗯，咱有偌济能力，就做偌济代志。咱无去投票，对得起咱的良心吗？阿哥，咱是你阿娘自卑，我跟你比起来，我是感觉足见笑。建南，恁通安尼讲，阮倒是开药铺。我只是想要尽我小小力量，去减轻别人的痛苦。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才知是一段错。